国军战力强，陆军机步234旅，炮兵营炮二连，观看次数148次。2020年12月6日10:00 https://www.youtube.com 国防部政治作战局 2.2 万位订阅者。陆军机步234旅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，对日抗战期间曾在长城古北口战役痛击日军，因此赐名长城部队。该旅炮兵营炮二连在全体官兵共同努力下，荣获民国109年国军模范团体。这份殊荣来自于该连在基地建测及执行战演训任务均表现优异，而且时时刻刻展现出高昂士气，并使之成为守护家园最坚强后盾。炮二连平时落实各项战备准备工作，干部在教育训练上秉持从严从难从实的高标准来要求每位官兵。大家平时生活在一起，训练在一起，凝聚出团队高度向心力，因此不论在三军联合测考或执行各项演训任务，都能全力以赴并获得佳绩，荣获国军模范团体实至名归。该旅在今年2月成立长城刺枪队，由炮兵营炮二连官兵为主体，曾参加过刺枪队成果发表会以及民间学校参访中演出精湛的基本刺、交习刺、脱级攻防法等枪法，深受肯定，也充分展现连队团结一致的精神。此外，单位也致力推广各类型社团活动，让官兵能够培养兴趣，凝聚同袍情谊及有效纾解工作压力。为提升整体人力素质，单位与民间学校合作设立工余进修教学点，让官兵在训练之余能够充实自己，为营区增添一股书香气息。另外，为了让部队更有家的感觉，做好照顾官兵工作，在营舍硬体上也下了功夫，不断充实各项生活设施。除了有完整的健身器材外，官兵休闲室亦重新装潢焕然一新，提供官兵健身及休闲娱乐一个好去处。看到今年获选模范团体的陆军机步234旅炮兵营炮二连，在连长卓越的领导下，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，真诚的付出，使每一位官兵都愿意无私发挥自身专业，让部队整体战力不断提升，进而在执行各项任务时竭尽所能争取荣誉。这种合作无间、无私无我的精神，相信也是国军每个单位的写照。因此，每一位官兵都是团队中重要的成员，是建构单位战力不可或缺的基础。一个素质高、战力强的部队，除了人员的精良与扎实的训练外，更需要一群无私奉献、重视团队合作的伙伴共同营造，才能让单位发光发热，成就至高无上的荣耀。国军战力强，陆军机步234旅炮兵营炮二连，观看次数148次。2020年12月6日10:00
https://www.youtube.com 国防部政治作战局 2.2 万位订阅者，陆军机部234旅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，对日抗战期间曾在长城古北口战役痛击日军，因此赐名长城部队。该旅炮兵营炮二连在全体官兵共同努力下，荣获民国109年国军模范团体。这份殊荣来自于该连在基地建测及执行战演训任务均表现优异，而且时时刻刻展现出高昂士气，并使之成为守护家园最坚强后盾。炮二连平时落实各项战备准备工作，干部在教育训练上秉持从严、从难、从实的高标准来要求每位官兵。大家平时生活在一起，训练在一起，凝聚出团队高度向心力，因此不论在三军联合测考或执行各项演训任务，都能全力以赴并获得佳绩，荣获国军模范团体实至名归。该旅在今年二月成立长城刺枪队，由炮兵营炮二连官兵为主体，曾参加过刺枪队成果发表会以及民间学校参访中演出，精湛的基本刺、交习刺、脱级攻防法等枪法深受肯定，也充分展现连队团结一致的精神。此外，单位也致力推广各类型社团活动，让官兵能够培养兴趣，凝聚同袍情谊及有效纾解工作压力。为提升整体人力素质，单位与民间学校合作设立工余进修教学点，让官兵在训练之余能够充实自己，为营区增添一股书香气息。另外，为了让部队更有家的感觉，做好照顾官兵工作，在营舍硬体上也下了功夫，不断充实各项生活设施。除了有完整的健身器材外，官兵休闲室亦重新装潢焕然一新，提供官兵健身及休闲娱乐一个好去处。看到今年获选模范团体的陆军机部234旅炮兵营炮二连，在连长卓越的领导下，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，真诚的付出，使每一位官兵都愿意无私发挥自身专业，让部队整体战力不断提升，进而在执行各项任务时竭尽所能争取荣誉。这种合作无间、无私无我的精神，相信也是国军每个单位的写照。因此，每一位官兵都是团队中重要的成员，是建构单位战力不可或缺的基础。一个素质高、战力强的部队，除了人员的精良与扎实的训练外，更需要一群无私奉献、重视团队合作的伙伴共同营造，才能让单位发光发热，成就至高无上的荣耀。
国军战力强，陆军机步234旅炮兵营炮二连，观看次数148次。2020年12月6日10:00 https://www.youtube.com 国防部政治作战局 2.2 万位订阅者，陆军机步234旅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，对日抗战期间曾在长城古北口战役痛击日军，因此赐名长城部队。该旅炮兵营炮二连在全体官兵共同努力下，荣获民国109年国军模范团体。这份殊荣来自于该连在基地建测及执行战演训任务均表现优异，而且时时刻刻展现出高昂士气，并使之成为守护家园最坚强后盾。炮二连平时落实各项战备准备工作，干部在教育训练上秉持从严、从难、从实的高标准来要求每位官兵。大家平时生活在一起，训练在一起，凝聚出团队高度向心力，因此不论在三军联合测考或执行各项演训任务，都能全力以赴并获得佳绩，荣获国军模范团体实至名归。该旅在今年2月成立长城刺枪队，由炮兵营炮二连官兵为主体，曾参加过刺枪队成果发表会以及民间学校参访中演出，精湛的基本刺、交习刺、脱级攻防法等枪法深受肯定，也充分展现连队团结一致的精神。此外，单位也致力推广各类型社团活动，让官兵能够培养兴趣，凝聚同袍情谊及有效纾解工作压力。为提升整体人力素质，单位与民间学校合作设立工余进修教学点，让官兵在训练之余能够充实自己，为营区增添一股书香气息。另外，为了让部队更有家的感觉，做好照顾官兵工作，在营舍硬体上也下了功夫，不断充实各项生活设施。除了有完整的健身器材外，官兵休闲室亦重新装潢焕然一新，提供官兵健身及休闲娱乐一个好去处。看到今年获选模范团体的陆军机步234旅炮兵营炮二连，在连长卓越的领导下，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，真诚的付出，使每一位官兵都愿意无私发挥自身专业，让部队整体战力不断提升，进而在执行各项任务时竭尽所能争取荣誉。这种合作无间、无私无我的精神，相信也是国军每个单位的写照。因此，每一位官兵都是团队中重要的成员，是建构单位战力不可或缺的基础。一个素质高、战力强的部队，除了人员的精良与扎实的训练外，更需要一群无私奉献、重视团队合作的伙伴共同营造，才能让单位发光发热，成就至高无上的荣耀。
国军战力强，陆军机部234旅炮兵营炮二连，观看次数148次。2020年12月6日10.0https://www.youtube.com 国防部政治作战局 2.2 万位订阅者。陆军机部234旅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，对日抗战期间曾在长城古北口战役痛击日军，因此赐名长城部队。该旅炮兵营炮二连在全体官兵共同努力下，荣获民国109年国军模范团体。这份殊荣来自于该连在基地建测及执行战演训任务均表现优异，而且时时刻刻展现出高昂士气，并使之成为守护家园最坚强后盾。炮二连平时落实各项战备准备工作，干部在教育训练上秉持从严、从难、从实的高标准来要求每位官兵。大家平时生活在一起，训练在一起，凝聚出团队高度向心力，因此不论在三军联合测考或执行各项演训任务，都能全力以赴并获得佳绩，荣获国军模范团体实至名归。该旅在今年2月成立长城刺枪队，由炮兵营炮二连官兵为主体，曾参加过刺枪队成果发表会以及民间学校参访中演出，精湛的基本刺、交习刺、脱级攻防法等枪法深受肯定，也充分展现连队团结一致的精神。此外，单位也致力推广各类型社团活动，让官兵能够培养兴趣，凝聚同袍情谊及有效疏解工作压力。为提升整体人力素质，单位与民间学校合作设立工余进修教学点，让官兵在训练之余能够充实自己，为营区增添一股书香气息。另外，为了让部队更有家的感觉，做好照顾官兵工作，在营舍硬体上也下了功夫，不断充实各项生活设施。除了有完整的健身器材外，官兵休闲室亦重新装潢焕然一新，提供官兵健身及休闲娱乐一个好去处。看到今年获选模范团体的陆军机部234旅炮兵营炮二连，在连长卓越的领导下，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，真诚的付出，使每一位官兵都愿意无私发挥自身专业，让部队整体战力不断提升，进而在执行各项任务时竭尽所能争取荣誉。这种合作无间、无私无我的精神，相信也是国军每个单位的写照。因此，每一位官兵都是团队中重要的成员，是建构单位战力不可或缺的基础。一个素质高、战力强的部队，除了人员的精良与扎实的训练外，更需要一群无私奉献、重视团队合作的伙伴共同营造，才能让单位发光发热，成就至高无上的荣耀。